这里有柴姐最新研发的解酒蛋糕，你吃了它之后呀，你就会提神醒脑。嗯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这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接近我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糟了，他真的知道。哎！哎呀，衣服搞脏了，那你是不是得换衣服？我回避，我回避，我回避，我不看。可以继续再装下去，但我也不介意把你的事情直接交给警察来处理。别！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。真的是你？他们派你过来，就是为了想要毁掉我？那你现在任务也算达成了？没有，你想多了，还差得远呢。你还真坦诚啊。我的任务呢，不会毁掉你，只会对你的生活造成那么一点点影响。无非就是换个总裁，回去告诉你老板，我方冷今天可以坐上这个位置，我就不怕会被人取代。给我走。哦。回来，背出去。哦，没错吧，方总？我就说肯定不是柴小姐做的。就是她，我刚刚也只是试探了她一下，她直接就承认了。不可能啊，她不会被您屈打成招了吧？你马上通知保安部，把她的名字列入黑名单，我不想再看到她。小七七，想什么呢？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搞不懂。你说明明收集荷尔蒙，对方冷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他凭什么那么凶啊？我还骂不过他。哎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要把反驳的话全都记下来，下次他要再凶我，我就直接念给他听。我们开普敦星人不能被地球人欺负。没错，骂他。小七，你说方冷这么对你，该不会是想顺藤摸瓜，打探我们外星人身份吧？不行。根据我们开普敦星球法则来说，我们要将母星的安全还有利益放在第一要位。如若遇到对母星产生威胁性的人，允许采用灭口等非常手段保护母星安全。可是灭口好复杂，会毁了我们在开普敦星球好孩子的形象，而且我不太会。而且方冷不在，我们不就没办法完成任务了吗？对哦。